这个档案总管，然后开到最大化，然后请你点这个左上角的下载，因为你刚刚有做下载的动作，所以它就自动会把下载的档案放在下载里面，然后请你们滑鼠右键，哎，你们是用 7Z 的是不是？对，好，所以你们用滑鼠右键点 7Z， 然后点解压缩字，可能是进口，解压缩字出口，可以了解吗？然后密码在这里，可以吗？因为我不是用 7Z， 可是我也是用这个解压缩字这个。好，好，那我就直接点这个解压缩到出口，然后密码请不要念出来。然后做完出口再继续做进口。这样你就有了进口资料夹跟出口资料夹。